好的，欢迎大家收看少帮主教你玩随机的第13期节目。这一期呢，我们先是带来一招鲜，在这之前先祝大家春节快乐啊，因为这一期将是2010年最后一期节目，在新春之际祝大家全家快乐平安。好的，首先教你一招鲜呢，是带来了一场很有意思的战斗，这个是一场 PVT， 然后提供这场 Rift 的是我们都众所周知的美女解说，也就是天草云儿，曾经在第二届还是第三届 GSL 期间啊，在这个 PLU 做客，然后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场的解说，也是得到大家最后的认可。确实女孩子玩的好一些，然后还能被大家认可，是很不容易的。好，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由天草云儿为我们来提供的一个战术，也是他最近正在研究的一个战术啊，是这个妈妈传流。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在大都会上这张地图，天草云儿出生在地图的上方12点钟的位置，然后这边 Boxer Legacy 是人族，淡粉色出生在地图下方8点钟位置左下方。这个的 Boxer Legacy 呢，应该也是大师组的选手，我记得应该是没有错误的，我记得是遗产队的这个也就是说叫腿帮啊，腿帮的这个猛男一位，也是山寨的 Boxer。 首先呢是天草云儿放下了第一个 BE 啊，九农民常规的开局，然后这边 Boxer Legacy 是出了BS 也在路口上建造，这双方是在一个近点，所以我认为 rush 的可能性会非常的大。我们来看一看一会儿选择会怎么样。好，常规的开局，这边是建造了第一个 BG。 其实妈妈船对于神族来说呢，确实是需要大家去研究的一个打法，确实这个单位很强，而且它只能出一个，而且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价格是400/400，占8个人口，相当于过去的一个航母嘛，比过去的航母多一些气而已。但是呢，确实它有着隐身的效果，还有一些魔法技能，确实不错。尤其是人族前期这个这个农民还是过来看了一下对手是常规开局，人族前期的反应能力是很差的，除非造 BT， 造 BT 的话又容易被对手强点掉。而这个雷达呢，经常是用在矿罗上，所以就没有额外的雷达来使用。人族这边 BB 建造以后首先是放下了行星指挥中心，然后天草云儿这边是该造 BY 了应该是一个常规的开局，这时候他在控制这个农民，应该是好建造下 BY 稍微慢了一点点，不过无伤大雅。这边堵上了路口，然后枪兵占住了高地，这样的话对手侦察农民是无法进来了。而这边人族的农民也是看到对手是一个常规的开局，并不是什么双 BB 压制，所以呢也是看了一眼就回去了。这边是采用了双器，那么将会走一个科技的路线不会是纯 MM 的一个组合，放下了 VF， 会选择女妖还是选择坦克呢？我们来看一下。好，这边 BY 好了以后这边也是早早的踩下双气，天草云儿也是想好了这个战术。好，这边呢放下了这个 BE。 好，我把这个忙碌模式开一下有人在密我。好，这边造了一个追猎者，之前先有一个叉叉，这样防前期的这种枪兵猎德的压制会做得很好一些。这边造了反应炉，应该是出枪兵的打法，那有可能是枪兵女妖或者是枪兵坦克的一波，我们来看一看是哪种情况应该是坦克了，没有放下 VS， 那就应该是枪兵坦克一把雷达扫过这边看到了对手是 BG， 三个 BG， 有没有看到机场呢？我们来看一下没有看到机场，以为对手是一个三 BG 开矿，或者说是三 BG 四 BG 的一种压制。这边我以为是一个 BB， 我以为会造下 VS， 然后那么肯定是坦克了。接下来还会研究这个坦克的支架，应该枪兵坦克可以架到对手的家门口确实是一个压制的好打法。
好，天草云儿这边攒下了足够的气体，放下了 VF 啊，这边造下 VF 啊，就出了 VS 和 VF 以后呢，就可以造妈妈船了。所以呢，他这个打法很鲜明，在第一时间加中啊三个 BG 补充兵力，然后 VF 造下，这样呢，对手的 Rush 也许能顶一顶，等这个航母出来以后呢，他再去进攻。啊，不是航母，这个妈妈船。好的。天草云儿的他的农民做得很好，细节不错啊，去看一下对手家里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好的，探掉了以后 Boxer Legacy 啊，现在是枪兵，哦，他开始拖农民了啊，这一波的话是枪兵坦克的一波 Rush， 应该是 Rush 啊，这边主力部队还比较少啊，天草云儿不好挡，而且哨兵只有一个啊，封路的话现在的魔法够封两次。好，这边坦克不断，支架开始研究，然后拉上了四五个农民，啊，拉了五个农民，加上十二个枪兵，这一波压过去很凶。不过对手叉叉很多，就看这个枪兵如果敢硬上的话，一个立场封住，这个叉叉可以消灭掉所有的枪兵。哦，选择了先架地堡，啊，这样是一个推进式的坦克打法啊，这种坦克打法可以封对手二矿，不让对手出来，确实是不错的。然后自己呢，可以在家里再开矿，而且坦克可以通过雷达开视野，枪兵开视野去轰对手的主力部队。好，这边妈妈船已经开始建造了。啊 ，VF 好了以后，并没有造任何的虚空和这个。哦，这边坦克架起啊，一个立场封住，杀掉对手一个枪兵。好，就第一个地堡架好，应该还会再修一个地堡，用这种地堡式推进。比如说这个位置不错，哎啊，对，他在这里修了一个，在这里修一个的话，或者在这里修，干脆都可以打到矿区，很给力。两架坦克啊，一个架好了，一个枪兵上去开视野看一下。好，这边坦克这个位置不错，好，一个立场封住了。封住了以后，对方没有视野了，没有视野了的话，可以抢点这个坦克，没错，这个地方细节做得很好，天草云儿打得非常好。好，第二个立场又放住啊，抢点对手这个坦克，能不能点掉？好的，点掉了，这溜上来一个枪兵也是被清理掉。我们看一下航母，经过各种星空加速之后，也是在全力的生产，马上就要出来了，这波应该能顶住吧？来看一下这个地堡继续推进，哎呀，这个人族的推进确实很给力。这时候如果在这两个地方站稳了脚跟的话，哦，三个地堡，天哪，哎呀，这不要强冲吗？啊，没有强冲，选择跟对手稍微交换一下啊，用自己的护甲换对手的一些农民和这个少量的枪兵。好，这边航母这个妈妈船出来了，漂亮，非常华丽，所有的单位已经开始隐身。你看一下，这波应该是能顶住了，因为人族没有这个反隐单位啊。好的啊，人族要撒雷达了，如果不撒雷达的话，非常的亏。人族要撒雷达了，再不撒雷达啊，撒上雷达，这时候应该躲一躲，等雷达过去以后再打。啊，现在人口数量神族是达到了67，这一波换掉对手一些枪兵和农民以后，人族只降到了54。来看一下妈妈船这波再次进攻，好，这边绕了几个枪兵过去打农民，非常的漂亮。三个折叠门啊，已经开研发完成，现在可以穿兵了。啊，这边是清理掉那个地堡以后，然后过来清理这三个枪兵。哦，这边又传了三个追猎者。啊，妈妈船的血量需要控制一下，现在只有170的血了，控制一下。啊，不过对手的这个对空力量越来越少，这波应该是天草原能打过去了。啊，这个打法确实是很漂亮，在对手这种坦克枪兵压制的情况下，还出了一个虚空，非常的漂亮。这时候辅助的单位也是出了很多啊，虽然是单矿，但是余钱比较多。这时候可能也是。中间操作比较费操作，所以会余下一些钱，如果把这些余钱再全部都花掉的话，我相信这块会打得更好一些。好，不过这一波已经是大胜了，天草云这个打法确实不错，我们觉得云儿妹妹能够刻苦的研究这个虚空这个妈妈船的打法确实不错，她也是给我看了一些其他的 rap， 我选择了一个 PVT 给大家来讲解，因为她还有一些 PVZ 也是出妈妈船的打法，确实很不错，而且打的对手呢都也是非常强的，包括这个也是大师组的Boxer Legacy。 好，这个妈妈船就是飞得慢点，现在它的魔法值已经到了133，接下来它会可以放魔法了。来看一下对手家中只有36的人口，因为拉出了农民和修了很多地堡的情况下，经济非常的伤。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妈妈船过来，先来白打。好，看到对手的主力部队，好，一个黑洞扔了进去，非常的漂亮，对手这个雷达撒也没有意义啊，黑洞一扔进去全部都能解决。好，这波兵把钱抢走，
突破口了，这波进去。好的，这波强劲呢是有好处的，当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兵会扎堆，然后把对手的主力全部都消灭，这也是妈妈船的一个威力之一。好的，这一场应该是由天老婴儿拿下。这个打法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再尝试的使用一下，然后如果大家有这个用心研究的话，我觉得应该打得不错。从这个战术来说，比较怕什么呢？比较怕这个女妖，因为这个战术是比较怕人族素女妖的。对手如果出女妖的话，前期的这个反应能力是没有的，只有现补 BF， 那样的话可能会大亏，因为女妖前期这个骚扰的点非常多，即使你在主矿区补一个，我可以骚扰气矿，我也可以骚扰水晶塔等等的。这种打法呢，就是在侦察到对手啊没有出素女妖的情况下，用这个战术非常的好，也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下。好，我们感谢云儿妹妹的这次战术的提供啊，也祝福她今后打得越来越好啊。在明年呢，我也会邀请她，看看有机会的话一起做嘉宾解说，来帮大家一起做节目。好的，一会儿呢将是少帮主教你玩随机的第一视角环节啊，一会儿再见。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少帮主教你玩随机第13期节目的第一视角教你打随机的环节。首先呢，我是用了朋友一个号啊，随机在天梯上遇到了一个，也是随机啊，这张图是萨尔加洞穴。我们来看一下我随机到什么，对手随机到什么。外面好像开了点东西，有点卡呀，读条比较慢啊，比对手慢点。哎呦，对手很强啊！对手这个头像好像是飞龙头像，是500胜还是750胜的随机，很猛的，好像是500胜吧？啊，挺猛的，反正很给力啊！我也不知道是500还是750，因为我从来没打过一个号有那么多盘数。好的，我们进来了。首先我是神族啊，果然有点点卡。刚才介绍了一个神族的战术。现在也是再打一个神族啊，问题不大。好的，这一盘呢，在这个萨尔加洞穴啊，我是出生在地图的上方。我们首先还要看看对手是什么族。感觉这个情况的话，这张图两人图，对手是什么族的话 ，rush 的可能性都有，所以我还是放水晶放外面一点，造毒口就大了。这样呢，如果是指人族或者是虫族的 rush， 以及神族这种两 bb 野 bb 野 bg 的 rush 都可以用毒口来打。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看看那边有什么东西啊，看看到底是什么族，然后再来做这个战术的判断啊。在他们家 shift 一圈，这样呢也是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哦，是虫族，很好。重组的话就要防六地了，我来看一看，先把 BG 放一下。六地有没有？哦，不是六地，这么多农民肯定不是六地，那就无所谓了，放一个 BG 正常打法就可以了。看一下，家中好像还没有放 BS。哎呀，这个农民应该是放矿的，不过问题不大。既然他要是放矿的话，我就果断给他来个地堡 rush， 因为这个。虫族啊，如果放二矿的话，裸双的话，神族只要地堡 rush 放下来各种地堡的话，虫族是必亏的。虽然现在毒口需要3个水晶，但是我还是打算毒口一个、两个、三个。哎呀，这都没放住啊！这 hunt 逼他走，他追我，我就能放第三个水晶。好的。这个农民是虽然被焊掉，但是三个水晶塔是放下，我赶紧放 BF， 然后这个农民过去。哦，这样我这个水晶塔，然后建起来还是费点劲啊，不用过去了，那边已经有一个追他农民的农民回来了。这样的话，我
者拖一拖时间，这个水晶塔的雪还是比较厚的啊，这个二矿是快建好了，我现在还有机会，这个 BF 我刚才应该早放一点好了，现在只好加速给这个 BG。 我现在这边看一看，因为现在没什么事做，哦，这个 BG 还是被焊掉，焊掉我也要放 BC， 放 BC 还没好，好了，终于好了，好的，放一个 BC， 两个 BC， 再放一个水晶把它堵住，好的，这下又堵住了，再放一个 BC， 这个人类即使死了也值得了。啊，这个小狗出来了，我这边继续给叉叉清空加速啊，继续清空加速，把叉叉走到前面。好，第一个叉叉过来了，这时候我们看一下，只要这三个地堡出来，我就大优，因为这三个地堡可以很好的封住对手主矿出来的兵。啊，这个地堡被咬掉了。哎，好的，他退了，太好了。对啊，他虽然造一个地堡出来，我还可以跟他用叉叉顶住了，跟他对话。还有很多小狗，对啊，封住对手，然后打对手的这个，把对手房子干掉了，我已经大赚了。这波对手的二矿应该是保不住了，对手主矿出不来单位。这时候再加重补个 BC 啊，路口封一下，打掉以后他只能在二矿处补狗，但是我的叉叉源源不断，然后占到了一些便宜里面，看看加重补只能没了，应该很爽了，因为对手的二矿被封了，又被迫补了很多的狗，所以他这个经济上也是一点优势没有，他出来的话还得补地表或者补蟑螂硬推，慢慢来吧，这现在我不着急了，把对手二矿给磨掉就想用叉叉。好，他还在修地表，这个好，我就吸引他用这个炮台打他。啊，这个地表肯定要点掉，然后过来，你要敢咬我，我就直接啊去用地表打你。这时候他已经很郁闷了，再操作好这个叉叉，别死了就可以了。想点他这个主机，哦，他在出这个出来打我了，打我主基地了，那我得补一个叉叉堵住入口，然后有一个地堡防守的话，他肯定进不来。这样也就是说，我家中也是比较完美的防住了。再放下 BGBY， 哎，这时候开始打，正常打就很赢了，应该是，因为这手经济很差很差，单矿，要想突出来呢，还必须被迫的补很多的部队或者是补地堡来强打。现在放两个气矿，然后正常的打个三 BG， 放下第三个 BG。这个打法呢，主要就是跟大家说，这个前期堵住对手的这个入口，然后把对手的二矿干掉，因为对手的血池很慢，他的兵出来的慢，所以你前期有很大的优势，你用地堡把对手封住，已经出地堡了，他我强上去强点他地堡，两个地堡，哎呦，对，我下面那地堡打不到，这个点不过，点不过，不过问题不大，最多是把水晶塔先送他，在后面再补一个，再让他抢冲。这边我没问题，这边造下这个卓越门开始研究。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卡人口了，来补一下 B。有钱了就放二矿呗，现在这种情况怎么打怎么有啊。这个二矿在手，天下我有啊。我们心如也。我接着说这个打法，主要就是，即使对手用地堡突出，突围出来了，也意义不大。这个好像造歪了吧？造歪了一个。这个不影响经济，我还是取消了一下。这边我还以为他三个地堡呢，现在两个地堡。这样我这个前沿阵地应该是守不住了。我来了，不过已经大大拖缓他了。我的二矿都已经开启，然后主矿农民也补了很多了，所以他这会儿很不爽的，我很高兴。BF 造起来，好 ，BF 造过啊，不对不对，应该造 BG， 咱们造过 BF， 这波就撤退了，给他了。
很有趣。然后下面就是要找找对手有没有分矿，在外面偷野矿。用克隆的打法啊，克隆的方法，把几个单位分别去几个矿区看一下，万一对手偷矿也好知道，好去算。哦，果然是偷矿了。哎呀，这个意识还是可以的，直接想到了对手会偷矿。因为我在这种打法的时候，我也会在外面偷一个片矿，这就是玩随机的好处。因为我知道这种情况我应该如何想，所以我也知道对手的情况，所以这个矿我肯定能找着他，离他家那么远，我一会儿肯定能拆掉，只需要攒一些兵，哎呦，过去把它强拆就可以了。家里面进行二矿，两个基地农民都铲，给二矿送去。然后现在是五 BD 了，哈哈，再造 BC， 防守稳一点，然后我去把它三矿拆了，就是二矿了。来点小狗我不怕。这边还是需要用建筑学堵一下后路，因为我们知道这张图确实三面受敌，我们必须把这个后路堵好。怎么堵呢？就是用一个水晶塔站住那个死角，然后再用一个 BG 去堵。一会儿水晶塔建好了，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还是有点卡呀，还是有点定，开着路这种高清的高画质的，这个 BG 放这儿就可以了啊，这样就把后路堵死。如果堵死前面再做 BC， 啊，留一条通行的道路也不影响采气就可以了。先去把这三矿给 A 掉了，下都没有，一定 A 掉。家里有那么多地堡，所以我也比较稳，还有那个哨兵防守，所以没问题。这边 A 掉。这种打法呢，就是占到优势以后，要把优势把握成胜势。接下来我就打算用这个BG 狂暴兵了，因为就是很难挡我这种 BG 暴兵的打法，因为经济我已经有巨大优势了，重组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挡住神族这种暴兵 rush 的。经济上两矿的经济我已经基本快饱和了，就是二矿没有开采这个气体，一会儿再去采，因为我觉得不着急。哎呀，这波郁闷，损失了，这波应该是损失了七八个叉叉。冤的，这个小狗确实突然上来，我刚才没有注意阵型，这点是我一个失误，亏了七八个叉叉，那样的话优势稍微小一点，应该还是我有优势，因为他最多现在二矿刚开始建起来，农民都没补齐，还抱这么多狗，先打着，我现在六 BG， 去 VC， 然后把义工给升级了，这样打狗啊，义工打狗很爽，义工叉叉打狗，这样一下一个。两下一个，说错了。这边再造一个水晶塔，防对手用二矿好用的虫洞，这是有必要的，因为经常优势死在虫洞上面，特别郁闷，特别郁闷。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然后的话，气体有些多，赶紧研究一下，提速查看。伸张正义。对手是拿了一个变形虫的这个假的 Zlot， 让我直接看穿了，因为我发现他自己在走，我的 Zlot 都是 H 键的，所以不可能自己走。我也是比较习惯经常用 H 键来进行这个单位的控制。你看这一波一圈，对手应该就没什么机会了，这波进攻吧。我现在人口数已经100多了，他可能也都不到。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这边造个水晶塔，再造一个。这种地方呢，通过上面的视野我都可以传兵，所以建到这里非常的好。看一下以什么部队为主，对手这边这种应该是挡不住的。叉叉非常的多，而且都是一攻的。看一下全是小狗。好了，上了，把对手的主矿跟二矿之间的立场分开，然后把这个小狗的位置啊，退路没有，这样我的主力全部都在。这场他也是 GG 了，离开了游戏。是有点卡，在这么卡的情况下只能打成这样了。如果哪块大家觉得学的不太明白的话啊，可以在私下的问我，加到我的 QQ 群中。好的，接下来下一场呢将会在稍后给大家带来。这一场主要精髓就是这个地堡 Rush 是在前期重组非常亏，不管他偷农民还是偷狗。好的，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
天梯上啊，随机。我刚才学着，如果再随到，因为随了好几盘都是神族，挺没劲的，所以我就说随个人，就选个人族打吧。因为上一期节目中人族介绍了一场 TVT， 而介绍了两个重组的。这一期呢，刚才也选中了随到一个 P 啊，就是包括之前介绍战术也是 P 的，所以这一期人族还是要做一个。做一个就是选人族来打啊，对手是一个 P， 也就是 Protoss 神族啊。这张 Nostambo 这张地图上，我在韩服头两天确实被虐了，那个韩服的大师组确实很给力，太强了，我让韩服的这个操作所制服啊，确实练得少，打韩服有点困难了，韩服大师组太给力了。遇到了人族也是使用了一个枪兵坦克的打法，不过最近很流行枪兵坦克，包括我们之前介绍的 rap 中也是枪兵坦克对上了老板团的战术，所以呢我也打算使一个枪兵坦克的打法吧。啊，首先是探路啊，看一下近点有没有对手，如果近点的话，枪兵坦克的话可能更效果更好一些，因为坦克虽然移动，枪兵坦克的移动速度比较慢，走过去需要的时间比较短，压制的是 timing 也更好拿。哦，还真是近点。其实远点的话就不会选择枪兵坦克了，会比较远，因为走过去的话对手这个反应速度会很快，一般对手会在你家门口放一些侦察单位的，这样的对手看到以后看他家中是个常规开局也没问题，对手看到以后呢也会有一个应对，追一小胖农民不让他焊了那个 BB，我藏一下，一会儿看看他是单期开局还是双期开局，是打算开矿还是怎么样。其实枪兵坦克打开矿是最好打的，因为开矿的话他被迫要在二矿防守，那么他就要面临着枪兵坦克一波的压制，尤其是全火力压制，先堵上一个 BS 不让他出去，不让他出去杀一个农民试一下，要不然他一会儿还得留在散二瞭望塔的侦查，我很烦人的，尽可能让他少侦查一些，而我这边农民可以去看一看了，因为这时候他的追猎者肯定没有出来，我农民可以活着回来的，主要是看一看他是双气还是单气的开局，是开矿还是走科技。因为枪兵坦克还是为什么枪兵坦克我要选择这个战术呢，因为我不怕虚空，两个 BB 出枪兵不怕虚空的。好，甩一下甩一下甩一下，好的，甩到对手的这个坏消息吗，这个 probe， 然后搞起来坦克 VF 军工厂啊，对手是一个二七，刚才在甩对手的农民的时候也没有切过去看，然后但是通过视野的残留啊，可以看到对手是一个两气的开局，那么两气的开局的话有可能走虚空啊，所以枪兵不能断，两 BB 出枪兵不要断，其实也可以做反应炉，但是我喜欢两 BB， 因为那点气我想留给出坦克用，开始的时候气还是比较缺的，所以我宁愿多花150块的钱造 BB， 尤其是如果两个 BB 都放在路口，一个 BB 放在路口造反应炉的话，容易被对手啊虚空点掉那个反应炉啊。这边第一时间我还是先放下了科技实验室，然后出坦克。这边矿楼也是再次丢下，这边是一个运营期间，小小运营一下，别攒一波兵，然后再去进攻。这时候要防对手偷水晶塔了，因为虚空加三 BG 是经常在这里偷水晶塔的。继续补这个农民啊，刚才几乎是没卡人口，因为我看了一下人口啥好是差不多的是补上的，所以没有卡人口，大概卡了半秒吧，一秒钟，就是实际时间一秒，实际时间两秒吧。再造一个 BS， 提早造下，这样也不会出现卡人口的情况。好，我的这波坦克出来以后，第二个坦克造到一半的时候就可以出门了，这样到对手家门口的时候，第二个坦克也走出来，一直跟到前线，这里有一定的压制，因为坦克的支架研究比较慢，所以要计算走过去的路，到那儿正好能架就可以了。好，枪兵不断，这波过去还是要好好打一打。好的，第二架坦克已经研究到了一半啊，走过去的话这个坦克支架恰好有，这波看看对手有没有开矿，带一下 SCV， 一个是修地堡，还一个是可以有一个这个研发完成六盾的作用，可以修一修坦克。好，
对手一个 Crow 被干掉，这波压过去，看对手开没开矿，如果开矿我就太高兴了，开矿的话架坦克打开矿就打反。哎呀，没开矿，还是守高地，那我就要在下面架一架，先看一看，把坦克架起来，再看看有没有小兵。哎呀，小兵挺多，哎，这个立场放歪了，不过先换掉一个枪兵，换掉他一个 Zealot 也不错。好，一把雷达扫过，看一下这个，不要点掉了，这个水晶塔要点掉，然后经过一个交换，枪兵，哎，枪兵要走了。这个坦克没了，这个第二个坦克没，哎呀，这个这波还真不好冲啊，因为对手队友很，这个追击者很多呀，赶紧补后面的部队，他这会儿要下来我还真没想，这波哎呀，主要是对手没开矿，这个打法有点破灭，赶紧的架好了，修地修地堡，修地堡，修地堡，先把那个枪兵继续压到前线，然后补下第三个 BB， 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对手还不敢强冲，因为对手只有刚才只有四五个队列，面对我这么多枪兵和两个坦克还是有点问题，我再上去看一下，所以这回追猎多了，对手纯出追猎啊，这个打法确实还有点运了，然后我枪兵还少还好，我把那个坦克加的靠后一点，可能修地堡，不修地堡的话很难，感觉刚才对手如果打出来的话他的机会更大，这样给了我时间了，我也是冲动了，一个立场隔断杀了我很多，那这样我三个坦克架好的话对手轻易不敢下这个口了，这样对手给了我机会，那我也继续的压制四个坦克，这时候卡了一下人卡，不过问题不大，钱的花的差不多了，进两个地堡都进满，发生了什么事了？这里边再补一个 BS， 我无法在这见到。还是能够把这个阵地守住啊，感觉就是把对手封在自己家里面，我就能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因为坦克这个东西，守阵地战还是有点阴霾的。啊，我得上去开个视野看看，看看对手情况，冲一冲。哇，这么多连不朽者都出了，我有点尴尬呀，这个位置一点没错，两个地堡加上少了个枪兵加四个坦克，守一守看看，重金属重甲了，这时候准备上高地用雷达开始轰他，枪兵也是可以从这个地堡里出来往上走的，看看试试，这坦克往前架，交给我处理，对手应该会打我了，打我的话好，就是给我机会，我一把雷达扫过，漂亮，这一下四个坦克齐开火啊，继续开火继续开火，这把雷达非常的舒服，好，再撒一把，因为我这特意留的雷达，这边坦克继续在高地下面架，这波枪兵应该可以走上去，走上去走上去，继续留着视野，好，后面这个坦克架一下夹一下，哎呀，这个坦克位置太好了，四个枪兵也是往上走，跟对手做交换，因为我坦克的输出非常的爽，看一下这两个不朽者能点掉吗，不朽者用枪兵点起来非常的快，甩他走他，现在是一波等价的交换，对手剩四个追猎，我剩两个坦克一个枪兵，好，对手剩三个追猎，这个枪兵再磨他一个，又磨掉一个，哎呀，再上去再上去，这有点意思，没有视野了，不过挺好玩的，这个坦克的输出非常的爽，还有放二矿，把对手全部主力换光了，又剩四个追猎，三个追猎，所以三个追猎硬冲的话都会被我坦克干掉，何况还有一些枪兵防守，继续钻地堡，这样就非常舒服了，把对手这波利用这个两把预留的雷达和枪兵上去开的视野，对手冲我坦克阵地那就是找死，可是他不冲呢也没脾气，不冲的话我就继续架上去，直到架在他能轰到他建筑为主，为止，好，枪兵上去骚一下，好的，再骚一下，再骚一下啊，用一点血换对手的血，很爽，哎呀，舒服，这太舒服了，这种大家看这种打法很有意思，我也很喜欢，你看用红血的，用一个枪兵的红血换取对手挨三炮或者两炮，
其实三炮这个名字也许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像炮爷那样的人物名字怎么来的我确实是不太清楚，不过我跟炮爷都是北京人，所以呢我开他句玩笑也没什么问题。四个 BB 补枪兵啊，这个位置已经非常舒服了。现在他只有被我，哎呦，他把我那，把我的枪兵给吃了，三个枪兵送我这个 VS 飞机一过去我就爽了，因为飞机开视野比这个枪兵开视野给力多了，比雷达也给力多了，主要是拖到了飞出来飞机就好打多了。这手已经在路口站住了，这时候用枪兵往上走的话会比较亏了，我等这个一会儿两个基地都有雷达的时候用雷达扫也不错。怎么着偷偷点我的地堡，给他点，然后等我的这个围巾到了，你一切都是哀鸿的命。好，这个围巾出来了，这个围巾开视野的工程一定要保护好了，我一会儿就操作它，别的不操作了，好好控制一下，这几架坦克就完美了。枪兵的数量现在也是攒到了一定的数量，估计有十七八个了吧。好，这波围巾过来带视野，枪兵也能打，坦克也能打，非常的爽。哎呀，这手控的这个不亦乐乎，很爽很爽很爽，控制就控制他，别人都不管，就控制他，各种轰。不朽者出了三个，很多啊。对手强冲了，这波虽然没有兴奋剂，但是强冲我的坦克阵和枪兵地板。哎，对手连基地都没有打，其实他强冲这个阵很悲剧。好，这一期呢第二场是打完了，教大家了一个封住对手家门口啊，各种用枪兵骚扰和这个围巾开视野骚扰以及雷达开视野骚扰的一个 PVP 打法，希望大家呢能够从中学到一个新的打法。好，下一期再见。